胡鸿钧喺新剧同邓佩仪再戏连场，女方话石到麻木，但 Hubert 就好似唔系咁谂。佢，我谂呢个其实好关佢本身，可能现实入边有咩嘢，所以佢就可能在做戏嘅时候就已经冇乜感觉。咁我觉得系，所以因为点解佢好专业嘅，系啦，喺呢啲戏嘅时候佢系绝对系欣赏我啦。咁我都会继续向佢多多学习。我好有感觉，我做每一场戏都好有感觉嘅，系不论系。一般的文戲啊，啲打鬥動作嘅戲啊，定係啲所謂嘅親熱戲咧，係啦，所有嘅戲咧，我都係非常之熱情同埋有感覺。喂喂，你唔驚你飛文女友蔡思貝呷醋咩？唔驚，冇人會呷我醋嘅，我應該係嘛？同埋，咁大家都應該係知道係做戲，咁啊，最緊要係個劇情係係咧符合到。就得噶啦！你哋俾人影到母親節嗰日一齊買外賣翻屋企，係咪已經見家長啦？的確嗰日係有出街去睇耳機同埋買嘢食嘅，因為佢之前咧上完流行經典五十年之後咧，佢就話想買個耳機。咁我好啊，你問到問你又問啱人啦，因為我自己又好中意耳機，咁所以嗰日就同佢出去睇咯。咁然後我上面又買咗啲外賣翻屋企咯。